Here I am in this old town, still dreaming of the open road. I've been here for far too long, there's so much more than this I know. It's been years since I've been gone, I miss the way it feels to roam. This urge that's grown inside my heart to pack my bags and hit the road. 我们直接来千德堂。2024年11月5号，受到台风的影响 ，TWB 延期了一天。阴天，我特地出来跑步，维持一下体力。好的，5.1公里。看一下，难聊。因为前几天台风刚过，风还蛮大的。可以看到海边。2024年11月14号，今天是阴天，有毛毛雨。我来到新丰的慈和宫，这个靠近西滨的庙宇。今天大概就是西山训练的最后一次了。打算骑个160公里，不过每次都是有点夸大，最近只有骑120公里。今天打算骑巴黎，再到观音山。现在的时间是在9:20左右，9:30了。跟 Kenny 约在白沙甲灯塔。今天早上起来，右脚有点不舒服 ，KK。在慈和宫，打算一路北上到巴黎。那我不知道可以怎么骑，因为今天风蛮大的。那有力气就是在上观音山。嘿嘿，好。是的，许多事情都想得太容易了。骑车会有很多的状况，尤其是在平日骑车的时候，有时候客户会追着打电话，之后就像今天遇到下雨，还有时候会遇到自己身体的状况。骑着骑着来到了桃园的新屋，看到路面上都是湿哒哒的，心里面一直碎碎念，今天该不会无法骑到巴黎了吧。我还特别想说要骑到观音山解锁这条新的路线。时候的我心里面正想着，至少现在还没有下雨，还有机会。今天东北季风还蛮强的，的时速大概就是来到22至18之间，加上不断联络工作上的事情，所以有一点耽误了。来到了白沙甲灯塔，这里有一些庙，我们就是约在这里。以为这里是一间庙，结果是一间食堂，应该是吧。还好最后我在查证，不然傻傻的在这边等，应该是会等不到人。最后我们是约在这边的甘泉寺，距离白沙甲灯塔不到1公里，庙前还有一些小吃小摊贩。
大概距离11点还有一点距离，不过我还是在这边先吃个面补给一下。补给之前，我还是先来到白沙甲灯塔闲晃一下。这里的灯塔我们经常经过，不过却鲜少进来看一下，因为骑车的人不是到极东、极北、极西，不然就是到极南的地方。这里的区域没有很大，它的门口也很容易错过，不过它的入口处有全中华民国的灯塔的模型。我也在这个时候才发现，原来澎湖也有两座灯塔。经过的灯塔也是一个经常会被遗忘的灯塔。西山塔，可是这几个塔里面就没有白沙甲灯塔。偶尔从西滨骑过去，感觉蛮漂亮的，用远远看到的，我们所看到的，比如说像双塔、西山塔，里面包含了那个富贵角、三貂角。虽然我们骑的是西山塔，可是基本上都不会进去看这几个灯塔，也看不到。那唯有这个白沙甲是路边看得到的。到苗栗的山上来看一下，是不是这里？他是不是约我到这里？我也是这个时候才认真看一下前方这个很像庙宇的建筑物。它并不是庙宇，它应该是一个姓氏里面的宗祠。而我们约定的地点是在更北边的甘泉寺。哦，原来不是在这里啊，我以为是约在这里。我大概跟 Kenny 已经有半年没有一起骑车了。原先说好要一起到西山，结果他给我绕跑。而今年我们在重越武岭飞过后，就没有一起骑车了。群朋友不是去跑步，不然就是在家里面顾小孩，不然就是一直出国去忙工作的事情。像每个朋友基本上也没有报名相关的赛事，所以有一点短暂。我在甘泉寺的后面找了一家面摊店，我在这边吃一口面，才想到说拍张照传给我们家女王。她只问我为什么没有带她来这边，因为她觉得这边蛮不错的，有一些可以吃吃喝喝的地方。还是要往南骑，骑到孔天宫坐火车。是的，我们这个时候正在思考到底要往北还是往南。因为已经开始飘雨了。没有，是吧？对啊，现在没车啊。我没有。你这个车架不一样吗？它是瑞克多，我就是斯特拉。哦，那怎么外形看起来很像？我就说他应该跟李四当好朋友，叫张三。他也真的是姓张。一个骑着瑞克多，一个骑着斯特拉。不管如何，他都是一样的贵。我认识他两年，我们就是在两年前在拱天宫认识的。他跟 Ben 那时候正要挑战双塔，正在训练中。而认识他的这两年，这台车已经是他第四台车了。车子倒是越换越好。太快，没练习啊。搭配的这一身的车衣蛮帅蛮好看的。没有，他们里面有一个人的实力太好啊，跟着他骑一定会爆掉。西山都24小时了，今天好家在有 Kenny 一起陪骑，
不然这一整路又开始无聊了。骑着长距离无聊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，你的心里面会不断问自己，这样子还要继续吗？他们想在那个便利商店补给啊，他们是没经验是不是？会不断问自己，你的屁股有没有不舒服？有啊，他们有骑过北高啊。你的身体还好吧？到底还有多长的距离？我是不是要一直持续着？所以遇到我的车友，我是觉得进便利商店，不然我很容易放弃。太久了，时间太久了。哇靠！就让你那你自己订那怎么办呢？啊？你自己在车上休息？没有啊，我休息的点就看，然后因为我们路有顺过啊。你说大会啊？对啊。今天有在写啊。听你跟我说 TWB 好像有准备鹅肝米线，是我不知道我到时候能不能吃得下。我骑的时候很耗电，最终比赛的前一刻还是参加了补给车。我老婆骑的时候还好。参加补给车就当买个保险吧，只是购买补给的部分，并没有购买接送的部分。知道骑长距离的车友们，你们知不知道其实补给车也可以有这样的选择。像这么长的距离，补给车现在都采用连补的方法，他们有一连串的菜单，你可以挑你想要的，又可以不用付出庞大的金额。今天 Kenny 骑这一台车真的帅，他说左边拍拍，右边要拍，还特别跟我提醒他的齿轮是有颜色的。我上次骑虎口后山，晚餐没吃，早餐没吃，整个人一直晕啊。今天我的 Insta 360X3 总共挂掉了三次，边骑车还要重新开机，真是麻烦。然后它剪片的修复软体，又麻烦，要修复大概6个小时左右，一个20分钟的片，它的修复时间要将近5-6个小时。不只是时间要拉得很长，空间你要乘以3倍，一个20分钟的片场，你大概要准备60G 的空间，你买这个轮子多少？10万。这家伙一直不敢回答我轮组买了多少钱，看起来应该是藏了私房钱，不敢让家人知道。车子怎样？天快到苗栗的时候也开始飘雨了，不过我们也快到达终点了。那个谁啊，记得在下午的期间两铁列车并不多，所以我们还是要赶着时间。廖天丁庙，廖天丁庙还是什么？天尼的下坡能力一直很强，我们下坡都不想骑，不想动，缓和一下体力。不是，他下坡的时候还拼命踩，我喝个水，他一下子就不见了。我就一直有一个想法，叫他改个名字，他的小名叫张三，这样子跟李四有的拼。他认为他的实力
还不到那边，怎么拼得过人家呢？不过我每次跟他骑车的时候，我都是在他的后面，我看他在弯道，真是帅。他的过弯能力也真的是蛮强的，每次都在山脚下或是半山腰都要等我一下。这一次我有特别提醒他，你又牵新车了，第一次绝对不要找我骑车。因为我们在去年骑车的时候，他也是牵新车跟我上鱼佬，在下火的时候他雷惨了，我差一点撞上他。而我最近有一位车友，也是去年一起骑车鱼佬的车友，他今年换新车了，换捷安特的 Propel。在练习西山的时候也是摔车的。在这里提醒车友，牵新车固然是很开心的事情，不管你以前多会骑车，一台新车总是会有个磨合期，尽量不要选择刁钻的路线，车速尽量放慢一点。感谢收看今天的记录，今天我们总共骑了100公里，因为客户电话的关系，有些时程有些延后，因为下雨的关系，有些路程而放弃。我们的 TWB 的赛事也因为台风来搅局而改变，很多车友也因此而取消这一场赛事，只好明年再继续来参加了。可以继续参加的朋友也祝你一路顺风，骑车平安。Crickets see the moon, side by side and through.